妈妈妈妈，这是我的手机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别给我磨碎呀！你这个臭小子也太气人了吧！趁我睡着的时候，在我脸上画了一个乌龟，你等着，你的平板电脑、你的键盘，还有你的鼠标，我都要给你磨碎。这一次，你别想再给我玩游戏了。等你数学考到100分，我再给你买。妈妈妈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别给我破坏了。现在知道错了呀，晚了。你的棒棒糖我也要给你磨碎，我让你天天吃糖，现在你都有蛀牙了，以后别再想给我吃棒棒糖了。如果你的语文也能考100分，我再给你买一个棒棒糖，你实在太可恶了。还有你的热狗你也别给我要了，你喜欢吃的水果我也要通通给你砸碎，我看你吃什么，让你给我嘚瑟。天天不好好学习，天天捣乱，这一次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训。妈妈妈妈，我的水果啊，你别给我吃了，哎呀全都被你砸碎了，我该怎么吃呀？妈妈求求你了，别给我砸了。今天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这是你的彩虹糖是吧？好的，这一次我也要给你磨碎，哈哈。小哥哥把他的手机赶紧给我吃掉，让他天天给我嘚瑟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再玩手机了。哼，在我脸上画小乌龟，你给我等着吧臭小子。妈妈我错了我错了，哎呀把我手机还给我呀，哎呀。哼，臭小子以后别想玩手机了。